接下来哈，我说很久没有谈理论了，但理论经过这样讲解下来，我相信后面的就 不大需要讲解。比较艰涩的一篇就是医疗与保健，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一路念下来啊，如果有需要解释的，我再从中插进去啊，再来解释。那我们下一篇下一个单元要谈的就是谈言。保健治病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考虑缘对因的影响。其中经恰当运用而能改善体力、解除症状者，称为保健治病之缘。反之，受其影响后会损伤体力、造成症状者，则称为伤身治病之缘。但缘的作用并无绝对性，所以如果使用不当，本来是保健治病之缘，也会变成伤身治病之缘。比如内外热源虽可改善热能，但过度了反而会消耗热能。又如按推与运动，虽可使组织运作顺畅，但过度了反而会造成体伤。故不论从因或从果解证，任何保健治病之源皆需适度，亦即必须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，才能解除症状，延长寿命。否则再好的措施，如超出身体负荷，就变成伤身治病之缘，而适得其反了。这一段读起来听得懂吧？好，所以这个不需要解释，我们接下来念。伤身治病之缘，错误观念，缺乏运动，压力，生气，熬夜，劳累，外感风寒，中暑，药食过量，或过冷，或不洁变质，手术不当，外伤、烫伤，环境污染，化学毒液、毒气，如化学废气、煤气、沼气、天然气等。毒物如毒蛇、毒蜘蛛、虎头蜂、蜈蚣、毒蝎、毒蚊等各类毒虫及有毒植物及各类细菌、病毒等等。以上伤身治病之源，或可直接造成体伤，或会使热能更缺，影响体伤，进而产生症状，故需尽量避免。若已造成伤害，则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必须按推与热源兼顾。其中较危急者，如烫伤、食物中毒、化学毒液、毒气、毒物及少数特殊细菌病毒等所伤，则会立即造成严重体伤而产生症状。这时为了修复体伤，热能会瞬间大量消耗。若头部及上背部原本就有体伤，则会进一步恶化，甚至导致昏厥等危急病情。处理此类急症，应加强内外热源，以保命为主，按推原始痛点，以解症为辅。唯此两者，皆应以患者能承受为宜。如果热源太多、太热，或按推太重、太久，反而会进一步透支热能，加重体伤，甚至危及生命，不可不慎。好，这一段念下来，我们特别提出有几个比较危急的，就是前面讲过的烫伤，这个我们有放过，对不对？食物中毒、化学毒液灼伤啊，这些也有案例了。那毒气、毒物及少数特殊细菌病毒，这个会不会造成身体严重的破坏？会。那如果严重破坏，你又有啊头部或上背部体伤，进一步恶化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变成很危急了。所以处理这些不可小觑啊。那我们来放那个毒物所伤，我们先放一个虎头蜂的案例。用原始点处理虎头蜂蜇伤案例，这是原始点处理虎头蜂蜇伤首例。表弟2013年9月15号被虎头蜂蜇到手，他不肯去医院挂水点滴消毒止痛。9月15号晚上10:40钟到达，
症状：剧痛、浑身发抖、脸色铁青、嘴唇发白、额头发冷、一直冒汗。处理过程：先用红豆袋敷整只手，患者一直冒汗、口渴，每隔十几分钟就喝一小碗姜粉水，直到浓姜汤熬好一斤才换用浓姜汤。依序按了头部原始点，每个点三四下，第一遍很轻，第二三遍稍微加大力度一点，来回按推七八下，汗还是不断冒，赶紧温敷头部。肩部原始点很痛，只能用食指法按，一个点来回三四下，反复三次。整条肘部的原始点都痛，用食指法太痛无法接受，只好用拇指腹按揉。按完整个肘部原始痛点后，全身温敷，用姜粉调了温开水，直接敷在被遮到的地方。陆续出现头晕头痛，按推头部原始点反复三次，症状消失。又出现恶心，按上背部原始点来回三遍，恶心消失。又发现胸腹部不舒服，按推一条脊椎后，全部的不舒服消失。整个过程都是不断冒冷汗的，全身都热敷，手掌被遮的地方还是剧烈的痛。把生姜捣碎，挤出姜汁加热，不停淋在患处。凌晨三点整，手掌的痛终于缓解。9月16号，早上六点喝浓姜汤两斤，患处淋上姜汤，全身按推一遍，除了被遮处，没有感觉其他不舒服，全身仍温敷。中午手腕抽痛，按肘部原始点，口渴按头部，症状消失。又按推背部原始点，一边按推一边咳很多白白的痰出来，吐痰持续了几个小时还不断排气，继续全身温敷喝浓姜汤。下午四点多，所有被遮的地方痛都消失了，可是整个手掌肿起来不痛。涂上温姜汤，敷上姜粉，到了晚上，整个手掌心像千万只蚂蚁在咬一样，又麻又痛又痒。按推肘部原始点，右脚脚踝到整个小腿痛且麻，按推了上胸椎和臀部荐椎原始点，按完全身温敷。期间因姜汤感觉太辣难受，加血红参，除手部外改用电热毯方便温敷。9月17号，早上六点手掌还是很肿，一离开热源仍像千万只蚂蚁在爬，极痒，喝浓姜汤三斤，下午肿消得很快，热源够猛，温敷不断，所以见效快。9月18号，肿基本消了九成，正常上班，双手大小接近相同。9月19号，中秋节，今天终于全部正常，熬半斤生姜作为保健，双手大小恢复相同。案例总结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用空杯的心去学习和运用，如理如法的去做，越严重的症状表示热能越不足，就需要更多的内外热源。只要落实以人为本、以病为师的精神，患者会如实地告诉我们他的感受。我们要随时随地地观察患者的反应，然后决定按推的次数、温敷的温度和时间、姜的用量。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，处理也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另外，热能严重不足的时候，如果体伤没有按开，热能就会进不去，而出现假热的症状。只要体伤按推开后，再继续进热源，就能接受而感到舒服。
整个过程，如果患者没有清晰的理念、坚定的信心，在开始四五个小时的剧痛中，很多人就会动摇，去寻求西医那些立马止痛的寒凉药，也就会让身体进一步趋向更寒。现在我终于更明白，体会到为什么有的人被虎头蜂蛰到会导致死人了，全是寒凉惹的祸。感恩张医师，感恩原始点，感恩患者对我的信任。好，我们再来放一个被狗咬伤。被狗咬伤处理案例，分享志工张小姐。错误的开始，2013年6月1号，伤口的迷思，打破伤风及狂犬病疫苗，本处体伤，伤口使用生姜素，将伤口覆盖。6月1号晚上刚被咬，6月8号伤口恶化。6月8号求救基金会，张医师看过伤口后建议，按推上背部，姜泥温敷，伤口用姜粉，生姜素热能不够，不要包伤口。志工师妹帮助处理伤口，红豆袋温敷，温姜泥敷伤口，姜泥上再盖红豆袋，持续温敷30分钟。重症姜汤400cc 一大杯。正视伤口的严重性，开始以照顾重症患者的方式处理，并记录伤口变化。伤口处理，每日早晚各一次，温姜汤清洗伤口，以温姜泥放在纱布上包起来后，敷在伤口上，外面包上毛巾，再以红豆袋包在外面，持续温敷1小时。伤口上涂姜粉，再以纱布覆盖。曾试过持续整日以暖暖包温敷伤口，局部热敷不舒服。按推上背部及臀部，尽量早晚各一次。姜汤60克，干姜浓煎2000cc， 煮成600cc。 饮食不吃水果及冷饮，但无法完全进寒量啊。运动因伤口在小腿，暂无继续运动。休息因早晚要温敷，睡眠减少，仅剩6小时一天。密集制基金会观察伤口，因伤口状况未改善，连续2天至基金会协助处理伤口。6月10号，伤口开始有恶臭分泌物。6月11号，伤口黑痂皮覆盖。至基金会处理方式，在基金会时，先将伤口上无感的黑痂皮清创，上下红豆袋加工，姜泥温敷面积增加，姜泥上红豆袋持续温敷30分钟，浓姜汤400cc 一大杯。回家后继续加强热能补充，伤口处理再增加为早中晚各一次。温姜泥敷伤口，外面再以电热毯包在外面，持续温敷，尽量持续1小时。曾试过全小腿包姜泥温敷，太热受不了。姜汤浓度增加为干姜120克。开始恢复运动，每天爬楼梯16楼一次，每周2次慢跑5公里，假日爬山。经过星期日的充分休息及整天的温敷，6月15号伤口内部变红，6月16号伤口开始湿润，伤口渐渐改善，6月19号伤口周边黑痂渐渐减少，6月29号伤口开始长肉，伤口已愈合，7月1号伤口已逐渐愈合，7月29号伤口已完全愈合，见证的伤痕。
9月2号已剩疤痕，9月16号皮肤表面已恢复。总结，若再来一次，当下处理伤口，伤口以温姜水清洗后，温姜泥加红豆袋持续温敷，每天至少两次，每次一小时以上。伤口上撒姜粉，尽可能不要包覆伤口。按推原始点，每天两次全身，全身温敷，喝姜汤，浓度是当时状况。充分的休息，若体能足够，要继续运动。夜深人静时，那只凶手现身了，但为了保护他狗身的安全，只呈现背影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彩粉严重过敏。昨天下午参加我们小区的活动，就是中间有个环节，他要跑两圈，然后中间他要给你喷彩粉，就像 color run 一样。然后我跑了两圈，喷了40彩粉，然后喷在了头上。一开始头很痒，然后后面到蔓延到手臂，然后蔓延到脚，全都是就是像起鸡皮疙瘩那种紫。一开始很痒，然后我就找我爸，我爸说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叫我忍一下，然后就让我不要抠，给我用水冲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儿就越来越痒了，然后就不停的抠，然后也很痛，就叫舅妈带我去洗了一下。然后一洗之后就觉得自己的耳朵肿了，洗了脸之后手已经就是水肿，就是水惨白惨白那种肿，然后脸洗了之后脸也是开始发烫，然后觉得自己的嘴唇都肿起来了，然后突然一下眼前就看不清楚东西，花了，觉得心跳加速，然后呼吸也不顺畅，在路边干呕。然后后面舅妈就叫两个保安过来帮我，然后保安想拨120，然后就把我背到上面那个地方等车。我背到上面广场的时候，被我爸看到了，就发脾气，就说不准去医院，自己的女儿自己做主，不让去医院。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晕了，眼睛就是已经看不见了。然后我爸就给我处理了脑部原始点跟耳后面的原始点，给我灌了参汤。我上了舅妈的车之后，就给我按了心脏和胃区，还有头部原始点。然后给我灌了参汤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好了很多了，就已经有一点力气，但是还是不舒服，还是想呕，但是能看到东西了。然后后面下了车之后，把我背到楼上去，开了电热毯，然后拿红豆袋温敷，灌了参汤，推了后背的原始点和头部的原始点，然后就睡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7点多吃了一点东西，就觉得好很多了，脸部的肿已经消得差不多了，手还是有点肿，就差不多现在已经好了。感谢我爸，就是给我做了紧急措施，然后我就死在那了。然后感谢所有关心关爱我的人，还有张叔阿姨、叔叔和袁师姐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来放，因为刚刚这些都是毒物或外物所伤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细菌病毒所伤的，也就是我们先看一个发烧40度。发烧40度，这是我们老师的大儿子，以前一直不相信原始点，直到发�烧40度，在医院打了3天的点滴，烧没退又喉咙痛，被老师发现的时候，嘴唇发黑，浑身发抖，非常难受的缩成一团。老师马上用原始点的方法给他疏通全身，温敷，每隔一小时就给他喝一次浓生姜汤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一整天的时间都温敷着，
中间出汗也一直给他换毛巾，总共换了二十几条毛巾。到了晚上，精神稍微好一点，但是状态还不是很好，再用姜粉给他泡脚，泡完后整个状态就恢复了，他自己换了衣服就回家了。第二天烧退了，喉咙痛的症状也没了，还继续温敷喝浓生姜汤，第三天就去上班了。到了第五天，脸上的痘痘也都消下去了。前后五天比对，第一天，第五天，好，我们再放一个婴儿发烧手脚僵硬的案例。婴儿发烧手脚僵硬。2015年11月17日，婴儿反复发烧十余日，据婴儿的母亲阐述，保姆给孩子喝梨汤，一个多小时后，孩子嘴唇发黑，眼珠翻白，手脚僵硬。孩子的母亲学过原始点，用原始点方法给孩子急救，但是信念不够坚定，在家人给的压力下，最后带着孩子到医院打针，打了针回来后还是没好。志工知道后去家里看了孩子，把孩子带到原始点会所处理，为婴儿服食浓生姜汤。喝完浓生姜汤，做全身原始点舒缓温敷，温敷过程中婴儿出汗，应及时把婴儿的汗擦干或用暖风机吹干，再继续温敷。经过一天半左右，婴儿不拉肚子了，也会笑了。最后那两个案例，其实以原始点的角度，那个容易治好，以前基金会就不会想收集，但是很多人就在问，那原始点能不能治感冒？哇，才惊觉到，哦，这个一般民众都常常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，还是要收集的，哦，所以那这种案例很容易做出来，以原始点这个太容易了。那刚刚这些毒物所伤，一路看下来，毒物所伤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包括虎头蜂蛰伤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会哦，这个会有生命危险。那同样的彩粉中毒引起的严重过敏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一样会，你们可以去查资料，这个都很严重。好，那这些毒物所伤，以原始点的角度，是否是治它的毒，把它的毒化解掉？不是，那治疗什么？治疗它的症状，对不对？我们因为原始点是从因解症嘛，最主要目的也是要把它的症状解除嘛，但是我们只是改善它的体质，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，让他身体自己怎么样，自己修复的，是激发他而自己修复，不，这些所有的外延只是帮助他而已，所以不是因为原始点去解他身上已经中了身上的这些毒，但是西医会说他们有这种解毒药，哦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蛇咬到他们就有什么血清，他认为这样可以解蛇毒。在我的看法，毒既然已经进去了，什么叫做毒？毒就是吃到毒就会让你身体产生剧烈变化而产生症状的，我们才能称为毒。不是像你们一般说的我吃一些什么营养食品我正在排毒，你排哪个毒啊？身体都好好的，难道吃喝拉撒那个叫做毒吗？连排汗也在排毒，那个都已经泛滥的用，排汗就是一个新陈代谢而已，大小便也只是一个什么代谢而已，不是说你拉出来那个叫做排毒啦，
不能这样子，那毒就是会造成伤害，那既然已经造成伤害了，你去哪里找他的毒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原始点的目标不是去解他的毒，也没有一种能解他的毒的东西，只能就他的症状去改善。你看我们放的包括附子中毒有没有，我们有没有针对他的乌头碱这个毒去解他？也没有啊，就改善体质，体质就自然去修复它了。所以包括以后蛇咬伤要不要去解它的毒？不用啊，就直接怎么样看它的症状，然后配合按推还有内外热源，如果危急当然以热源为主，按推为辅，按推绝对不能持久，会消耗热能，谨记这几个我们处理的大原则。一般像毒物所伤进来的时候比较严重，称为什么？是重症还是重病啊？认为是重症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认为是重病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看就分解。简单的讲，毒物所伤来得很剧烈的，一般身体出现症状，一般多属啦重症，不能称为重病，还不达到影响生命。但一旦这个重症你没有处理好，到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，就变成怎么样？重病了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治病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怎么样保命嘛，不是力气有没有解决症状还是其次，所以重点在内外热源。但内外热源你要能吸收，跟体香也有关系，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按推，配合按推，但按推就不宜太重太久了，道理是在这样。好，那你看各种毒物所伤，我们的处理方式没有从未去解它的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重者像毒蛇咬伤、虎头蜂蛰伤，甚至柴粉哦，严重的中毒过敏事件，都是从症状下手。那更轻微一点，很多人说哦，登革热有没有？这里是不是称登革热？就是蚊子叮咬、毒蚊咬伤，那有时候也会产生症状。那这个毒更少了。即便有，那它也会产生症状，好不好处理？认为好处理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不好处理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不知道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不知道，这个好处理啊，你看，连虎头蜂那个剧毒都可以处理，那小毒更容易处理，了解吧？顶多就是发烧、咳嗽这一类的嘛，一些症状而已嘛，这个好处理啦。简单讲，在我看法是小 case。 好，那再来引申到不管各种毒包括细菌病毒，我们的处理方法有没有不一样？没有，不需要分它是 H7N9 或是 SARS 或是埃博拉或是什么H， 反正太多了， 这些病毒太多，有没有必要区分？没有。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？看他的症状，对不对？就他的症状来研判，从变因那里研判，然后该按推按推，该内外热源内外热源。那一般开始即便病毒感染他也不会立即产生重病，而是一开始是什么？顶多就是重症，那身体慢慢虚弱，你只要懂得温敷喝姜汤，不要让它热能严重消耗，会不会出事？不会出事的，只要保养得当，所以我们也放发烧，发烧也是这样处理啊，所以所有的毒这样看来，包括我们前面讲的，还有硫酸毒液灼伤有没有？那包括烫伤，如果你要说它是热毒，也可以。但是对于这些所有的伤处理的方法，原始点都是一致的。这样看来，原始点处理毒的态度没有变。但如果换成现有的医学方法，有没有变？
他们就开始研究，哇，这个是什么毒什么毒、啊、到最后他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、病毒没有药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一得了病毒就会害怕，事实上就是一个热能跟体香的问题，你把它解决了，重新下手一般不会出事。但很可惜啊，现在很多，因为毕竟还是西医有发化钱嘛，一般像这些感冒症状本来是很容易治疗，以原始点的角度真的是不是问题。这个我们放了那么多案例，像这种感冒的一些症状，不管它是什么毒而引起的，在我的看法都没，如果你用我们现在病情研判这样来判断，都容易处理的，不难解决。但是你看哦，现在很多病人去医院，他们一开始就怎么样，吊点滴耶，听说这里吊点滴很盛行，有没有？但你们现在知道吊点滴有没有危险性？有，那个是寒凉啊，所以会出事是这样，不是因为病毒厉害，简单讲是因为处理方式的对跟错，重点在这里，而不能怪哦，这个是什么病毒引起，所以会死人啊，这个病毒不会死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不能说病毒的严重性，那个是检查出来，我们也没有具有怎么样诊断啊的不能当做诊断的依据嘛，也不能当做研判病情嘛。所以应该研判病情不是看它是什么毒的，而是看它怎么样症状的表现，我们在辩医里面也教给各位了，所以不要被医学病名所怎么样迷惑，有没有？我们开始调音是不是有讲到？所以很多人不了解，一直在问，那你们能不能治什么、病毒什么 H7N9， 你们能治吗？ SARS 能治吗？用这样来质疑，根本是不同的思维啊！我们不治毒的，原始点有没有在治疗毒的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在治毒。所以不治毒只是改善体质，我们相信体质改善了，体力恢复自然它都可以修复而治愈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们不管，那很多人其实都很执着那些病名，包括癌肿瘤也是啊。癌肿瘤常常来问我，张医师，我看过你放了很多癌症啊，癌肿瘤的，包括胃癌他们也看过啊。他说，但他要求，他说你治疗那个是三公分，但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是两公分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案例？有，我才要给你治疗，因为一定要相同的，你有没有相同的案例给我看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你叫我怎么回答？三公分治好，他一定要两公分，啊，两公分其实拿出来长相又不一样，是吧？他又要求一次，哎呀，这个永远没完没了。那像这个病毒引起的也是感冒，这个病毒，那你有没有相同的病毒引起同样的症状？哦，我不只要症状，我还要同样的病毒，那就更难了，很难找。就像你们问我，因为原始点的理是一致嘛，有些人看我吃饭，然后就突然间问我，那张医师，我都看你吃饭，你会不会吃面？同样问题，吃就是这样吃进去，还要分面跟饭吗？患者的执着之重啊，就是在这里产生。所以对于这些细菌病毒，以原始点的角度真的不难处理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们现在有信心了吗？有的举手我看一下。果然听完之后就敢举手了，刚刚我说能不能治，举手的还那么少，现在几乎都举手了。好，确实这个不难处理，它只是一个炎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懂了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保健治病之源，正确观念，按推原始点，善用热源，适量运动，良好心态，规律作息，适当休息，以上诸源都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，才可以改善热能，修复体伤，并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。这里就是我们重病的几个要项。
都涵盖刮在这里面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虚弱者漱洗应避免使用冷水，可用姜粉刷牙，温姜汤漱口。好，第一项我们建议如果已经学会原始点，从第一天开始就要懂得善用原始点的一些观念。你们想想看，刷牙所用的牙膏，牙膏是凉的还是温热性的？凉的啊，所以你越刷牙齿终究还是会怎么样，败坏的，使用的常常什么问题就会来。那你用温热的，它可以使用怎么样，当然也会败坏，只是它使用的时间会怎么样，延长更久啊。所以第一天开始就要从这里下手了。如果彻底一点，不止刷牙，洗脸如果能够用温姜汤淡姜汤这一类的，洗脸啦、洗头啦，这些应该更好，我认为会更好。我一直怪我脸皮皱得那么快，就是以前不懂用姜汤清洗。好，那这个确实是温热，长久使用下来确实一定会有变化。我从应该也有使用起码有一两年以上，我现在刷牙不使用牙膏的，我是用姜粉的，姜粉沾了那就开始刷，成本又低，然后刷完感觉牙龈又蛮舒服，温热温热的。我想调查一下在座有没有人刷牙用姜粉的，有的举手，哎，还不少哦。哇，原来已经很多人已经应用在生活上，好不好用？好用，哎，真的好用。我自己还有肖老师，我们都是用姜粉，确实感受到，哎，比以前使用牙膏真的还更好。好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在第二条再念一下。手伤痛应避免握拳出力，腿伤痛应避免久坐，腰背伤痛应避免弯腰持重，关节伤痛应避免转向痛侧。好，这里手指的是从肩以下到手指头任何一处痛，尽量避免做这个动作，就是握拳还有什么出力，这样会使我们的体伤更加绷紧，体伤更加恶化，这个不最好避开。那平常就是放松，强化的话一定要加强运动。好，那再来，如果腰背受伤，脚受伤，脚就是指整条腿啦，整条腿包括从臀部以下，腹股沟以下这样到脚踝，这因为它的开关是在臀部，所以你只要坐越久，这些病状就越加重。所以常常有些患者膝盖痛，医院就告诉他不能爬山啊，不能爬楼，有没有会磨损啊，一定要休息，结果他休息就整天坐在打电脑，要不然就看电视，结果反而更加严重了。其实正确反而应该更动。那怎么动？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就是要怎么样爬楼爬山，要怎么爬，一步两阶，如果比较严重就三阶也可以，最主要是拉臀部的筋，有时候真的 不靠别人揉也可以修复的。好，那如果腰背受伤，当然自然不能弯腰去持重，这个容易再复发。那还有一项就是你如果转向哪一侧会痛，这个动作就绝对不要做，比如说颈椎转向右侧会痛，转向左侧不会痛，那你应该转向哪一侧？左侧，尽量避免转向痛侧，这样避免再刺激它，让它继续发炎，伤得更重。那如果手腕转外侧会痛，转内侧不会痛，那我们应该转哪一侧？就转内侧，尽量是这样。
手举高会痛，那尽量怎么样？不要举太高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如果举高会痛，那我们尽量就是像哦一些气功就这样抖抖抖，有没有？啊，尽量不举高，哎，尽量放松啊。那懂得再用的话，就按推温敷就可以解决了。好，那我们把最后的一项也念完。保护好环境资源，使我们吃的食物、喝的水源、呼吸的空气不再遭受污染，一切回归自然，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净土。这个非常重要啊！以后你们生病要喝姜，吃姜的，喝姜汤是吗？哦，或喝参汤。如果土地污染，会不会种出好的东西来？当然不行，这个土地是太重要的资源了。那原始点也比较倾向自然，也不像我们按推啦、温敷，大比现在的医疗好太多了，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什么医疗废弃物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堂谈言就谈到这里，谢谢。